的荣耀。这一刻，让我们欢迎冯提莫为我们演唱他最新的歌曲《星行宇宙》，请。谢谢，谢谢，再次感谢冯提莫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谢谢提莫，歌声真的是非常的空灵又温暖。确实，这首歌曲《歌唱》也代表他自己现在的心声，在星行宇宙当中，把自己的心安放在那颗宇宙当中。宇宙当然是无限大，是的，当然是可以提供很多可能的，就如同我们自己对于舞台热爱的心一样。但要让自己容下那些赞赏，接受下那些意见，也确实是不容易。他需要像宇宙黑洞一样巨大的能量去支撑着自己，不断地释放出一些光亮，就像宇宙中的那一颗颗光明所带给我们的无限温暖一样。哇，这段词可是没有写稿啊，是我们华少即兴发挥的，大部分都是写稿的啊。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我们前三名的奖杯了。没有错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这十大巅峰主播的前三名，而且事实上这个荣耀对于每一位主播来讲都是极其期待的。因为在过去这些年，无论在舞台上做什么工作，无论您进入斗鱼多长，总是会希望得到更多水友的支持的，总是会希望自己的努力被人期待，被人认可的。那前三名